好，歡迎翻嚟 Boss Cool Talk Show。咁啊，呢一集咧就同大家講一下啲玄學少少嘅嘢啦嚇。因為信眾要求呢、這個我發覺有幾個朋友係即係唔係睇呢個電視台嘅，佢哋睇另外嘅電視台。當然我就唔好講名啦。咁但係呢幾個朋友咧，佢哋都話：，你個電視台喺邊度啊？睇唔到啊？咁樣你，但係我見過你㗎啦，睇過你嘅節目咁樣。有時候講一下啲玄學啊，講一下啲嘢咁樣，你都識啲八字啊咁樣。咁我係咁佢即係話有機會，你哋可唔可以算一算啦、啊，講一講啊，即係時勢啊，局時局啊咁樣。咁我話好啊，我試一試啦。就我唔係咁即係深入去了解去研究嘅。咁平時即係間唔中睇下書咁樣。咁我就講一講咁啊，因為之前我就講過啦，關於美國嘅一啲運氣啦、運勢啦，有一啲國家咧就免得過就費事講啦，因為好敏感嚇、啊。當時候咧，如果只要你講親咁咧，就一唔係就被封啊，一唔係咧就出現有啲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咁嘅麻麻煩煩嘅嘢。咁所以我都選擇就唔講啦，咩國家嘅書記啊、領導人啊嗰啲，咁我就費事講咁樣。咁但係今集咧，我就放開懷抱啦，我就同你哋傾下啦，咁樣嚇、啊、幾個國家嘅即係將來嘅時局嘅運勢。咁首先就唔去算八字先，我就講一個係據説嚇、據聞。據聞咧就係、是、有位先知咁樣就係、是、講出關於係美國嘅國運，就佢算出嘅時間咧都好精確嘅，好快喺未來嘅五年度啦。未來的五年到七年左右就是會有這個很大的一個災難，這個災難就會在美國的東岸附近會是爆炸，這個爆炸可能關係到整半個美國那麼厲害的，那就可能是核能，如果我聽到可能是這些這樣的問題，那就所以會不會真的會是真的呢，或者會不會這些，那我們就不要理會它了，就是據說的，這個據聞而已。那至於即另外現在鬥爭的國家，那我們就現在講譬如即紅旗國家這樣，那就他們都是會有一個動盪，有一個不安，這個呢就是以這個八字上面來看的，八字上面這樣去看的計算的話呢，就是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，他的八字是即是出現了有少少問題，那他健康會出現問題啦、啊、他的管理啊管治上面也都會出現問題啦，這樣那你就算強人如李登輝是吧，那他、都一樣即是健康、慢慢都會一路差啦，老了之後是吧，咁就算強如呢個李光耀係嘛，咁好 powerful 嘅一個偉人啊猛人啊，成個新加坡係因為佢先至有一個新加坡嘅今時今日，咁但係都離開啦，離開呢個世界啦咁樣，咁所以無論你有幾偉大，有幾犀利，功績有幾好係嘛，當都係嗰個時間嚟嘅啫，就係、是、時勢就令到呢個人嘅運勢就可以飄升到某一個位置，咁就做到佢適合嘅嘢，跟住就對佢呢個社會、對呢個環境、對呢個世界做出某一種嘅影響。咁所以呢個就係天時地利人和啦，嚇時也、運也、命也咁樣。咁我哋如果計算即係天干係嘛，地支，咁我哋就知道佢嘅基本嚇，佢嘅基本，佢呢個人嘅命格嘅基本係點樣？咁基本咧，就可以看出他這個人大概，即如果你說兩個人是同樣的八字是吧，一模一樣，是不是命運就一樣呢，有人看過跟習近平是吧，即我不是討論他，不是討論他八字，習近平的八字是有個一模一樣的，那看看會不會是這樣呢，即以前曾經有個皇帝都話：喂，如果有個同我八字嘅一模一樣，同我殺咗佢啊！咁啊，真係咁樣做喎？點解咧？因為佢驚住嗰個人咧個命運同佢一樣咧，以後爭咗佢皇帝嚟做。咁但係嗰個人都俾你殺咗啦，
佢嘅命運已經同你天淵之別啦，係嘛？你繼續做緊皇帝，而佢就係嘛，已經一命呜呼。咁你點樣去講佢呢個人嘅命運係一樣呢？當然，原來有好多咧可以細分嘅。即係原來我哋八字裏面咧，仲有時辰頭、時辰中、時辰尾，係嘛？喺我哋嘅時辰裏面，我哋亦都有細分。如果譬如好似去到鐵板神數咁樣，佢細分到冇得再分嘅時間咧，佢一萬多個呢、這個呢個唔同嘅命運裏面咧，佢再睇對上對得啱唔啱嘅呢個條文。對得啱嘅嗰一批條文咧，咁佢就攞嗰批條文嚟到去同你算出嚟，即係其實佢嘅機會，佢嘅推算推成數咧，有少少都係以呢個類似卜卦咁樣嚟到去出現嘅，唔係完全跟住個數嘅。咁如果我哋睇八字，係有啲時候都唔係完全。就根據曬嘅呢個成個即係佢嘅數據啊，數據如果你好簡單，你話數據可以推算得到嘅話，咁你係咪 download 一個 app 推咗個八字，個 app 解釋俾你聽佢個命運就係咁就係咁咧？但係你睇模棱兩可嘅喎，個個人講親都差唔多嘅喎，係嘛？又係咁樣個火旺啊、土旺啊，跟住然之後同你計算一下屬土旺嘅人係點啊？但是你怎樣可以推演到它呢？原來不是。原來推演呢，我們叫什麼呢？就是在這個人的一生當中，或者在他一生之前，再將他的父母親，再將他的這個人生，就拿出來做一個印證。譬如看到他的父母是不全的，只有一個，或者他父母兩個都存在，很有愛心的，幫助他有一種意念是很希望他好的，那就一路帶動他，令到他教育他。那如果可以能夠是在這些環境裡面看到推演到他的根是怎樣出來，根怎樣生長，個莖怎樣生長，枝怎樣生長，他的葉怎樣生長，就可以看到他的後面推演到他大概他的方向是怎樣。所以如果你話睇紫微斗數或者睇八字嘅話，其實你數咧就擺喺嗰度一樣，但係點樣推演佢嗰、那個先至係最重要。人呢，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給你聽。在屋輪有一間很好的即茶座，我一講你們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間的了。茶座的老闆呢就即做一個港式的這樣西餐啊，成這樣生意挺好的。他這個茶座呢就開了之後了，他就看到旁邊的鋪位又挺好，雄心壯志這樣，那就拿了他。攞咗佢落嚟之後咧，佢就將佢嘅呢一個茶座就搬咗過去隔離，即係攞咗呢個鋪位大啲，咁啊搬咗過去隔離。然後咧，佢就將舊嘅嗰個鋪位咧就愛嚟做咗個日本餐。咁就諗住哇，懷念我新開呢個風水位嚟嘅，本身已經做得好好啦，咁開個日本餐諗住生意好好。點不知生意非常差，點不知一路做都唔得。但是那個茶座搬去隔離呢，那個之前是做到執笠的那間那個位置呢，又是越做越好、啊、你怎樣解釋呢？你說我入面的方位是這樣、啊、你怎樣去解釋呢？你解釋不到。那是不是跟個名字呢？因為個名字帶旺了它呢，名字就可能就是佔它的形同相裡面，我們叫即是星的相，就是佔它少少而已。那麼跟邊個呢？跟翻個人，跟翻個人，佢本身佢適合做呢一行，本身佢係去到嗰個位，佢就自然旺咗嗰個位。
佢去到嗰個位置，佢呢個名字又翻翻去隔離，去邊個位置都好，佢自然都旺翻呢個位置。所以風水咧，好多人就中意睇風水，亦都好多人即係願意去幫人睇風水，因為風水呢一樣嘢咧，唔需要尋根啊，大部分咧都係講下俾你聽準唔準咧，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，到底係呃你十年八年之後，你會知道事實啊，定係話？真係呃咗你十年八年之後，你完全唔知道事實，即係話呃咗我，我都好開心嘅。呢個咧都係唔知道我哋啊。To be or not to be is not the question。呢個就係風水，我哋咁多年嚟中國人嘅智慧，就係話誒，我哋到底係嘛風水佬係唔係呃你十年八年咧？我哋唔好講。問題就係呢一個推演上邊。無論在風水、在八字、在我們的生活上，八字可以套用入去我們所有的e-book星相。而我呢，不是那麼喜歡去以這件事幫人賺錢，幫自己賺錢。原因呢，因為我覺得你除了e-book星相之外呢，還有一個神。這個神呢，就是你是不是有積德，是陰德在這邊。如果是真的有積到德，有積到陰德的話，你亦都除了你的天時地利人和自己的命運之外，還有神座，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，還未說其實還有最重要的一環，就是有沒有神是吧願意去幫。這個呢，就很多都是以這個生活上面啊，平時自己啊所積累落嚟，咁先至可以有嘅一樣嘢。咁所以你話八字最好愛嚟做咩咧？就係了解一個人佢嘅生與生俱來身體嘅問題，即係譬如佢八字五行欠咗啲乜嘢啊？佢欠缺咗，譬如五行佢土好旺嘅嚇。五行即係水一旺嘅時間咧，佢就會生財噶啦。咁但係佢全盤皆土嚇，即係火又旺，咁啊土又旺嘅時候咧，呢一種人咧，去到某一個年紀咧，好容易就出現咩咧？癌症啊，出現一個癌症咧，就令到佢咧就係好難去攀過呢、攀過呢個危險嘅。咁有好多，譬如即係心血管病啊，亦都可能喺即係佢嘅八字裏邊，即係略可以略略咁樣去睇到，因為佢譬如佢年同埋日，佢都係火好旺嚇，中間咧就有水嘅，咁佢水火咧又不容，亦都冇通關嘅話咧，咁呢個咧都可能係構成到佢，即係喺我哋中醫術裏邊亦都可以睇到啦，啊略知一二。咁啊，睇一睇呢個人，佢面色白白嘅，咁但係硬係咧個面色咧就帶有紅光。去到晏晝、下晝嘅時間咧，突然間個面咧暗黑色曬，啊，咁佢嘅心血管咧即係唔係好通暢。咁你唔通暢，你唔一定話啊，我俾啲食血嘅嘢啊去通暢佢，佢就會通暢喎。因為佢係整體性，亦都係佢自小就與生俱來嘅有一個咁樣嘅問題。或者佢係唔係細個嘅時候某一段時間食咗啲藥咧？或者會唔會佢係喺受胎啊？佢係第一胎嚟嘅，佢阿媽唔識得保護個胎嘅時間，受咗寒啦，出現咗問題啊，所以生咗佢出嚟之後，佢本質就已經係弱咗。啱啱好佢亦都係選咗喺嗰個時辰嗰度出世咗。有啲嘢可能好多人唔會好明白，即係點解好似你講到好玄妙好神，其實一啲都唔玄妙。八字咧，佢只不過係一個根據人生所有嘅我哋所有嘅人，唔係一個人，係所有嘅人嘅一套數據，印證喺呢個所有嘅人身上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嘅生活與生俱來嘅所有嘅嘢都會受到呢個宇宙影響。你話唔受佢影響係冇可能嘅事。你關自己喺地底嘅洞裏邊，你話唔受佢影響冇可能嘅事。你話我求神拜佛，而家做咗和尚啦，我可以脱離咗三界，我可以食素食齋，你可以脱離佢某一啲嘅影響。但係你想脱離曬你整個生命你嘅影響，你攞翻個和尚嘅命運出嚟印證，
和尚有一日佢行落嗰條河嗰度，佢跌親，跟住之後斷咗個骨。你攞翻佢嘅嗰個八字出嚟睇一睇，原來佢真係嗰年係真係犯太歲，佢真係有個劫。所以佢呢一啲嘢係唔可能係假嘅。如果你話第一胎嘅男丁嚇、我哋睇睇呢個紫微斗數嘅話，最更加令到人即係有興趣了解嘅就係、是、男。我啱啱開始學嘅時候，我話點解一個仔同佢嘅爸爸啊，我同我老豆都係同佢嘅爸爸嘅八字嘅排盤嘅方式啊，十四主星嚇、所有嘅排布局係幾乎一模一樣。幾乎一模一樣，但是命宮的位置不同，就是這麼簡單。即看下去兩個盤基本好像哇同一個人來的。有很多時候一個長子跟他的爸看一看，咦真的喔、如果他上面有一胎是甩了的，即是打了胎啊這樣，那就不准了。但是一般來說為什麼可以這麼準呢？為什麼可以一看就覺得哇這麼厲害的呢？其實這個真的冥冥之中呢已經在我們的循環裡面已經印證了。但如果我們去到一些好的環境、水清、自靚、山明水秀的一些地方呢，又必然是會沒有了那麼多的生產和那麼多的一些雜氣、俗氣，即是我們說的俗氣呢，也都是等於旺，人流旺，我們的旺呢都是因為人的關係才會出來，才會出現，沒有人的地方你就沒得旺。所以如果有些人是選擇、在山中清幽、清修，令到自己可以、高尚一點、品格好一點，你當然你要 很有恆心去學習，學習每一樣東西，跟完之後你可以令到自己就算不用在很俗氣很旺的環境裡面，你都可以能夠領先、做一個先驅。這個呢就在八字裏面怎樣提高自己是最重要的地方。如果在這幾個年裏面、我看八字最好的、我們現在就說八字最好的暫時來說呢就是我們的副總統。副總統呢就是一位女性、Kamala Harris， 我們大家都知道了、有很多人有惡言，哇我不是很喜歡她的，佢係嘛？即係反正啲人又唔知點解咧，又冇原因，又唔中意佢嘅。咁我亦都唔見得係特別喜歡佢，亦都唔會話特別討厭佢咁樣。當然係嘛？佢有佢獨到之處啦。有啲人因為覺得佢上位啊，佢以前過往啊，年輕嘅時間啊，係有好多故事。咁所以咧就有好多人都會對佢有一種唔同嘅見解啦，嚇唔同嘅睇法咁樣。每一個人都會有佢嘅一個過程嘅。今日咧，今時今日咧，我哋都睇每一個人咧，佢都係有佢即係出現啦，由佢出處啊，跟住到佢去到某一個位啊，因為運嘅原因帶動到佢去一個位置。咁啊，好多人因為觀望佢睇佢嘅時間，覺得你真係唔應該喺嗰個位嘅喎，你係嘛？真係唔適合喺嗰個位嘅喎，好唔開心，好唔中意，好妒忌，咁啊會有嘅，會有呢啲咁嘅情形。咁所以英雄莫問出處咧，又係一句啱嘅説話，即係話啊，你唔好去睇佢過往係嚟自邊度，係點樣出現嘅，係點樣嚟嘅。你反正你就係、睇佢而家嚇，佢而家係好人啦，佢而家係真係可以為社會啊、為人啊做一啲事啊，咁咪得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喺我哋嘅而家呢個社會裏邊咧，亦都睇啦。
很多人都不會話真正睇佢過往嘅事蹟，睇佢呢個人啊，本身佢成個人係點樣，只會睇咧就係你佢講嘅嘢，佢嘅立場啱唔啱我，啱唔啱聽。如果佢嘅立場都唔啱我嘅，佢講乜嘢好聽嘅都冇用啊。所以咧譬如有人喜歡紅嘅，佢就話啊紅嘅好，黃嘅無論你做幾好都好，都係臭嘅，都唔得嘅。咁啊，呢個就係現今嘅社會啦。或者我哋可以咁講，唔係淨係現今社會嘅，從古至今有人類嘅時間都係愚蠢嘅人多嘅，係嘛？即係你話有智慧啊、聰明嘅人啊，當然只會係佔少數嘅，係咪？我哋都唔係認為自己真係好聰明、好有智慧，但係我哋如果真係真正學習嘅話咧，起碼我哋會知道，你只要你偏向咗其中一方咧，你就會被某啲嘢蒙蔽咗你噶啦。因為你要去為某一方嘅立場而到去啊，你而到去解釋啊，而到去即係要將佢嘅呢個立場完完全全加重咗佢你嘅睇法。咁啊，呢啲呢個情形咧，就會出現咗係咩咧？就會出現咗有多多少少講大話嘅成分喺裏邊嚇，將一啲嘢塑造到佢啊誇張咗啊咁樣。所以我哋喺美國嘅法庭裏邊可以睇到咧，就係雙方都講大話嘅嚇，即係雙方都會有講大話。當然佢會宣誓嘅話俾你聽嚇，all the truth is nothing but the truth。咁啊，但係因為他要保護自己，第一他會保留，有不適合的事就說 I don't know 就不說了，但是你是應該說的，有很多時候跟著出現就是可能他會將一些事誇張一點，說得誇張一點，是啊他欠了我錢，他因為這樣不還錢給我，他一定是有很多事是拿了我的錢去哪裡投資啊，做些什麼這樣，未必完全是真的，加上有很多時候誇張就會演變成為了大話的了，很簡單很容易，我覺得他一個這個是一個壞人來的，他不給我這個錢他一定就是壞人來的了，就慢慢就會推演到變成這樣，兩極化的時間就會出現這些問題，所以這個都是人生來的，如果在我們的即八字裡面通通我們都可以看得到，有些人的命格出現就 是比較弱啦，比較差啦，但他亦都有他的生存空間，亦都有他的生存意義在那裡。你說為什麼有些壞人在這裡出現的？這些壞人真的很壞 他亦都有他的生存意義在那裡。每一個東西在這個世界上呢都是會有他的意義在那裡，但是在這個意義裡面呢，怎樣可以能夠將自己改變，令到自己成為到可以更加好，係嘛？上天下不生無根之草，咁呢個咧就係我哋，所以咧上天有好生之德嚇，我哋大地亦都不生無根之草，咁就我哋只要認識咗好比較多嘅呢方面嘅知識咧，就能夠可以將我哋自己放喺一個稍微好少少嘅一個位置，而唔係咧企圖將自己嘅生命啊，將自己咧完全去改變咗佢。只要有一個人佢諗，我要想改變曬我自己，我要成為一個好成功嘅人物。我今日我冇錢，但係聽日我希望我變成咗一個有錢人。我要學習點樣去過有錢人嘅生活。我要學習點樣去完完全全改變我自己嘅時間咧。我就話俾你聽，災禍即將來臨啦。人生咧係冇辦法可以改變自己嘅，你嘅本質係點樣？你一定要連帶住自己嘅本質去提高自己嘅啫，或者美化自己。如果要企圖改變自己咧，呢個係完全錯誤、大錯特錯嘅地方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